搞不清楚。那这几年呢，其实呢，离港的可能见度越来越高，而且呢，你看呢，活动也一个比一个办的还要盛大。所以希望呢，新田未来还有机会常常能来到离港。那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下哦，今天呢很多都是冲着你来的哦。除了我以外，我也是冲着你来的哦。前面这一排有没有看到？听说从看到了，桃园坐车骑摩托车来是不是？骑摩托车吗？坐车是不是没有骑摩托车这么的冲劲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其实新田呢，他从儿童的时候，小时候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，所以呢，你的一生当中啊，不是去参加歌唱比赛，就是去参加歌唱比赛的路上，对，就是一直在参加歌唱比赛。但是其实哦，你除了在歌唱上面有很好的成绩之外，因为呢，其实你两年前也出了《五告喵》这个专辑，对，我觉得你在选秀歌手当中演唱的歌曲，哎，那个都好极端。又有台语歌，又有那个国语歌，而且你都能驾驭的非常好。就像你刚刚那个《浪漫来袭》，对，还有你刚刚专辑里面的这首《修》，对，我今天很期待你唱那个《五告喵》。你都不够喵，你今天不够喵。好，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来。对对对，希望有这个机会。哎，那在这个龙年哦，一开始的第一天，开春第一天，对，有没有什么话要来祝福我们的离港乡的所有的这个乡民朋友，还有我们的民众朋友？好的，那在这边呢，刚好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拜个年。是，对，那当然要祝大家龙年呢，每天都可以。合不拢嘴，笑得合不拢嘴，然后每天都容光焕发，漂漂亮亮的。没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哇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你就怀疑啊？你怀疑干呢？真的，你看看他们还做你的衣服，但是我跟新田穿情侣装，真的，我刚刚怎么发现了？哇，我们穿的姐妹装哎，现在就是有点争风吃醋，超好，争风吃醋的概念哈。好了，我们废话不要多说，因为大家是来听新田唱歌。那新田，你还有带来什么样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吗？好，继续呢，也是要带来一首是我专辑里面的比较温暖的台语歌。好，对，爱无所不在，送给大家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哦，送给大家。谢谢你们那个荧光棒是现场买的吗？哦，自己带来的。哦，怎么会是紫色的？太意外了。每一份心是期待。
非常的热闹，好，大家的那个手待会可以借给我好吗？带几首应该你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无乐不作，谢谢。享受起夏天的热，穿越条幸福的河，向左腿搭上的蛇，不自量力说真的有何不可。我想写歌，把天是空的，地是干的，我要为你倒尽狂热，让你疯狂，让你渴，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。天气疯了，汗水滚了，所以我要无乐不作，不要浪费每一刻快乐和梦的天行者。给点那个荧光棒，像你这样的天使该有翅膀和名字，该美丽就带着刺，该更认真的属于我一次。当天是空的，地是干的，我要为你倒尽狂热，让你疯狂，让你渴，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。天气空了，开始滚了，所以我要无乐不作，不为浪费爱你的快乐心中。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。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，我会继续无乐不作，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和梦的天行者。非常愉快的一整年，拜拜！谢谢我们的新田，我要为大家。